谢谢，有请我们的三位大师，请留步。好可爱啊，你们的小伙伴，他可以到我手上来吗？哇，还给一个飞吻，你刚游完泳，先把嘴擦干净好吗？好可爱，好调皮的小黄人。所以他只是海绵哎，我想着这里面肯定有什么样的玄机，但是我发现弹指一挥啊，不明觉厉，太厉害了，好想把他带回家啊。不过带他回家好像一定要把你们也带回家，谢谢你们三位大师。这三位啊，其实都是来自我们的西班牙，但是今年来到中国的舞台和大伙儿一起过年，所以要用中文给大家拜年。新年快乐。